如何转换 APK 到 ZIP？ 转到 easyzip.com 拼算择正确的文件转换器，单击选择要转换的 APK 文件，打开文件选择器，或将 APK 文件直接拖放到 easyzip 上，单击转换为 ZIP， 它将开始转换过程，这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。单击保存 ZIP 文件，将转换后的 ZIP 文件保存到你选择的目标文件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希望这有帮助，请点击徽标并订阅，这对我们来阅意义重大。